准备行程吗？我这八楼中心不想睡。因为手机拍不准。好像抓的不好。回去吧。我们手机都一样，怎么都会抓。那边我有相机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也都博物馆。对啊，那个什么钟？基础钟。打钟了。我过来就是。晚上。机场。拍好看啊。我们拍不起来，拍不好看，模糊，相机没关系。哦，这个八楼钟这里响碎，压走，哇，这里响碎，好、哦，给你看压走啊，响碎掉，哦，你这高倍数调过来都蛮好，对，这还袂介个嘞，即马刚调到一百三十倍尔嘞。光圈也要够大，有些光圈不够大，你看就不够了呀。对呀，因为它那个很巨大，它可以做大。他还挖起那个小来当，整个提大炮。可以拍得很清楚，对啊，然后没办法，拍就